但方言个性少了一些，就是没什么特点，记不住它，知道吧？性格记不住，发二维码。不是，我在那个扫二维码，我是过来那个做核酸的，退出去扫二维码，它就会卡。他会得意的笑起，不会，我确实觉得他好看啊。我觉得他比我好看，就是我会喜欢那种的长相。如果说让我选的话，我会选那种。我不赌了，我不赌了。排队啊，我们这刚才我在排啊。这个点没有人做核酸啊，这个点他们上班去了。我那会儿要下班了，深圳这座大城市，我的妈，下班了能排两层级。3天一次，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打那个第三针了嘛，所以我好几天没做。正常我是，对，差不多3天一做。前几天去深圳，你外地过来的话，都是会频繁的给你打电话的，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近期不要来回溜达，不够麻烦的。回去你们当地会给你打电话，来这边也会给你打电话，各种催你。我是不愿意接电话的，特别出去玩啊，你说睡得特别好，就一个电话给你吵醒。就去外地都会让你捡来捡去。其实现在我觉得全民核酸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就是没有必要就提醒，因为现在商场也不让你进嘛，你没有核酸你能进商场？好热呀，好热呀，深圳好热呀，好热，好热呀。像深圳啊，现在好多人都不戴口罩了。我有的时候出门，有的时候也忘戴口罩了，就那么回事儿了。疫情已经几乎没有了，现在深圳。好香啊！终于小丸子。那还是要带的吧，还是建议大家带一带。Thank you.
人少，就是说遛个狗啊，晚上出来啊，没什么人呢，也不在。好想谈恋爱哦，越想越难耐。我想谈恋爱，我想谈恋爱哦，越想越难耐。不知道谁才适合我的爱。好多了，对吗？不是好多了，是。就一两例啊，什么叫好多了？就是都已经就没有了呀。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两例还都是，就是去上海救助的一些大白，深圳就没有了。但是现在快递还是进不了小区，外卖也进不了小区。什么时候外卖能进小区了？那就爽了。广州摘星了。我觉得跟天气也有关系吧，就天气热了，疫情真的会少很多，感觉。会少了一半，会有一个回升期吧，就是恢复期。我酒吧现在人也少，本来还想着说香港那边的如果开放了的话，就生意会好很多，但是没有。我接酒吧之后，香港本来今年2月份、3月份就要开放了，没想到一个大爆发，唉。我 QQ 爱是真实。深圳的红叶酒吧还开吗？我哪知道啊？就那个何昌啊，你真的不要找话题聊。就是你找的话题吧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好吗？我也没办法回答你。酒吧能保本吗？保不了本，现在还是很亏的，每个月都亏。不用硬找话题，啊，深圳的环宇酒吧还开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不去别的酒吧。我去哪儿了？我在家呀、啊，我刚做完核酸。好热呀！出一身汗。QQ 爱是是是。
驾驶去开，小车卖。热，热死了。小区啥时候开放？然后把我们那个侧门打开，侧门离我家近。这正门，我的妈呀，我得走7、8分钟。晚上过来喝汤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。想吃啥我？你不要做红烧肉吗？我吃红烧肉就行。听说你做的红烧肉不错的呀。喝什么汤啊？煮什么汤啊？我刚做完。哎，那你们小区能进吗？我这个刚做完。我跟腿腿都不行，跟腿腿都7天那个数字都没有了，现在就是什么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热死了！等会得叫菜园儿。哎，卢卡斯，你家要香菜不？我那个香菜长得老大了，但我自己不愿意做，等会我摘一点拿回去吧。摘两把香菜给你，自己种的。热死了！啊，留下蓝天白云。我家小狗狗。爱就像蓝晴空万里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。为什么我没有刮？因为我不配，我身材不好，拍了也没人看吧。因为我不配，我都好久没开张了。上一次，他吧还是2、3个月之前，而且一直都做一，我做一的视频应该你们不想看吧。小姐花，哎呀，干嘛？这有猫啊，吓一跳！那这是，这小猫趴在这儿了，那就趴在这儿了，我没看见，给小猫吓一跳。你有对象吗？我没有，拧开这个。